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下面这一节，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我们去使用 Google Translate。那如果 DeepL 我们要使用的时候怎么办？DeepL 现在在前，在之前是可以呼叫，那现在它除非你有 API 哈，那现在它不让你随便去呼叫，所以也就是说你基本上现在已经 Google Translate 的话，还有一些第三方提供的，或者它自己提供，你还可以呼叫少量。那像如果是 DeepL 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把这个部分。没有 API 已经没办法去呼叫，那所以变成透过网路。透过网路的话，你去贴上一篇文章贴到 Google Translate，一边贴到 DeepL。那你要比较说，我这一句的翻译是什么？那你这个时候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怎么把它简化。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示范怎么去简化这个流程。那这个要请大家到这个去下载这个下载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示范，就是用这个原文是英文，然后我们要译文是要翻译成中文。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范例，好，那大家就是开启这个超链接。那开启这个超链接之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需要上传一个，等一下需要上传一个，我们就上传那个，你就上传台积电致股东书的英文，好，那2015，那这个还蛮长的。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怎么做。第一个是它这个用的一个套件叫 Text Blob，那 Text Blob 其实它背后就是它基。它就呼叫是 NLTK，那我们就第一个先安装这个 text block 啊，那使用其实还蛮简单的，那我们就安装它，然后接下来一步就是我们把我们要这个处理的英文哈，因为我们英文翻译成中文，所以我们要处理的英文我们上传，然后它现在我们就按这个按钮档案，然后这个地方按这个上传档案这个，好，把我们的这个好，把我们这个。哦，我们这边有一个超连接哈，那这个超连接，台积电的，哦，这边是2015，我说错了，是2015的致股东书，那我们就把这个超连接呢，这个放到网络上面去，贴到网络我们的浏览器，然后就可以下载，哦，这个地方我们就下载这2015的，哦，这个我们就按这下载，哦，下载之后我们上传到这个，哦，上传到这个上传到这个我们这个，那就按这个键，我们上传，OK，所以这个地方。好，上传。那上传之后呢，我们就按。就打在 ls 这指令就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不是？现在就已经上传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那我们把这个复制这个档名，复制这档名，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处理这个档，所以呢，处理这个档就把它档名，把这个复制这个档名，在这个引号里面把它贴进去。好，那刚才没有贴成功啊。它贴完之后呢，它就会去贴这个档名，那就这个档案指标叫 F1，然后开启这个 F1，然后它去做一些动作。它做什么动作呢？它是 replace，就是把为什么是反斜线 R？因为如果从 Windows 到 Unix 的话，它会产生一个反斜线 R，所以我们把它去掉，然后把那个有换行符号全部都去掉，所以变成空字串哈。那这个它会看把这个列印出来说，第一步会把它列印出来说这个档案。好，它档案里面的内容，那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没有空，没有这个换行符号，全部都是一整个。然后接下来呢，它会接下来就是去做什么？接下来就是去，好，那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多余的哈，因为这个地方已经
改成 txt，txt，所以这个我这边好像有程式没有改完哈，这个地方我这地方把它这个地方不用这个 open 哦，这个 open 是多余的，这个 open 是多余的，那因为刚才已经开档，所以这个其实是多余的，OK，这个是多余的，那。这个我不知道，我把已经检查好了，我以为检查好，没关系，我这是多余的。哦，对不起，这个不是多余的，这是开新档，我说错了。哦，这没有多余，这是开启一个新档叫 engtxt，刚才是读，现在是写。好，那现在他把刚才那个档案呢，他会一句一句叫进来，一句一句叫进来之后，他把它分成一句一行，一句一行啊，然后呢，它会把它产生一个，好，那结果会产生在下面，它就变一句一行空白，一句一行空白。然后同时呢，下面的话就会执行，就是接下来就是它会去读，把这个档案写到我们叫做这个档案名称叫做 eng 点 txt。那如果大家这个档案名称想要改的话，就它预设我们的预设是写出来档案是 eng 点 txt。那如果大家要改的话，就在这里面改。那我们接下来就执行下一步。好，它就会把它写到一个新的档案，叫 eng 点 txt 哈。好，那这个要等一下，因为有时候呢，第一次执行不会成功。那如果执行成功的话，就看到这个 eng txt 前面十行，看它有没有出来。哦，要有出来表示没有问题，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这个地方要重新做一次，这个地方要重新做一次，因为有时候它变成要那个。那现在是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结果呢，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哦，这个是下载，大家去下载这个 eng 点 txt，如果档案很大的时候，就可以这样下载这个档案。好，那如果档案不大的话呢，档案如果不大的话呢，就可以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前面就已经把它一行一行列印出来，所以如果这样档案不大的话，其实你也不用下载，就直接复制就可以。像现在这边的话，档案不大的话，其实。下载跟不下载两个差不多，意思差不多。档案很大的时候，你下载就直接用下载啊。那我们现在就用下载好了。下载的话，在这边好，哦，按下载。那下载的话就是好，哦，按下载键。然后下载之后呢，用什么开启呢？好，哦，下载的话，我会建议大家用这个 Notepad 加加，或者是有行数的哦，一行、两行、三行。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用。Notepad 加加去开启它，，Notepad 加加开启这个档案哈，开启这个档案，那开启这个档案，档案是从下载区嘛，哦，这个就这个，那大家看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看到是行数，哦，大家可以看到行数，最后一行大家看一下最后一行是71行，要检查一下行数要一致，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后一行是71行。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复制它，复制这个档案，哦，全选之后复制，复制到怎么办呢？复制到我们的 Google Translate 跟 DeepL 上面去。这样子的话，它中间都会有行数一样的话，最后我们再来处理就对了。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贴到 Google Translate。哦，那我们刚才是。英翻中嘛，那我们这个地方英翻中，OK，英翻中，那接进去之后，哦，再把这个结果把它存起来，那这个结果，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哦，如果太多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把我们挡住了，对吧？因为它不让我们这么一次不让我们做这么多，那所以这就是我说这就是它。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去挡住，这就是不管是呼叫或者是这个地方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都会把我们挡住，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把它变短哈，那没有关系，那这个地方就有点麻烦哈，那好就是说，那刚才我们这个在贴进去的时候，在这个三十，它到33行，35行不完整哈，所以我们变成说要把剩下的部分，
把剩下的部分我们就回到原文。原文的话是从35行开始，哦，35行开始，然后到后面我们就复制，就把这个分成两次去这个呼叫 Google Translate，好，那贴上去，好，贴上去之后，这个结果我们再把这个翻译的结果再贴回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原来的这译文，好，那，把这个结果翻译的结果再贴到 Google Translate，我们就可以看看到说是不是全部已经翻译完毕。OK，哦，这个。把这个 Google 的译文。从35行开始贴到去，那最后结果就是在71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文是也是71行，所以这对齐的。那这个档案呢，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等一下就要上传。我们要比较的是 Google Translate 跟 DeepL 它的结果，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程式处理的一句一句的这个处理完这一句一句的这个。分好句子的这个贴到这个 DeepL，刚才已经做的是 Google Translate，那我们现在是要贴到 DeepL。那 DeepL 事实上，它事实上是大家可以看到，它事实上是简体中文，它的中文是简体中文。那我的程式里面会，我的程式会把它再转成繁体中文，所以没有关系。那这个地方好，它已经它预设中，那我们就把它贴进去就好。那贴进去，好，看看它这个出来。是不是到最后面哈？我不晓得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到最后？它好像被也是被截掉了。哎，好，哎，有到最后面吗？大家看一下，也没有到最后面，好像也没有到最后面。所以我们就分没有关系。那它也跟刚才一样哈。那，哎，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是后，这不是全部哦。我弄的是，我刚才给的不是全部的，所以我这行后半部的。等一下哦。再来一次，我这给的是后半部的。那大家发现它其实跟 Google Translate 一样哦，我们把它整个贴进去之后，其实好像也只有到要接近一半的地方就被截掉了哈，那变成要两次哈，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两次吧。而且它得到这个是简体中文，那好，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结果呢，把它复制到。也是复制到那个，先把它复制起来。好，我们到 Google，哦，那这个地方会跑到也是大概33行左右，其实差不多，跟刚才那个其实差不多。然后它会跑出一行出来，它会跑出一行出来是什么？有没有免费版地标？那个你要把它记得去掉。所以跟刚才 Google 一样，它是差不多到接近中间的地方。那我们就分两次去，就从35行开始就分两次就对了。从35行到最后面，那两次的话就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把它两次把它合起来，把这两次的结果把它合起来。那也是从35行开始接下去，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多出一行73行，它会写说什么通过 DeepL 什么免费版翻译，把那一行去掉，因为把而且要不到71行哦，最后面那2行要把它删掉，没有？大家看到它不是到73行嘛，把它删掉，然后最后一行游标停在71行的位置，那这样的话这3个档案都是71行，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程式哈，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程式哦。那好，接下来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两个翻译的档案呢，要把它上传。那这个地方呢，我预设的这个上传的是，大家看一下哈，你如果档案名称不一样的话，这个地方我预设上传的一个是 Google 点 TSD，一个叫 DeepL 点 TSD。那如果大家要改名字的话，就这边你要根据你的实际的档名要去改。那我现在就是把刚才这两个档名，一个叫做，而且我大小写要一样哦。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不行。一个是 Google 点 TXT，一个是 DeepL 点 TXT 哈，DeepL 大写哈。那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是好像这个是，而且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行数都一样。最后一行是在停在71行，好，原文是 ENG 嘛，对不对？在71行嘛，大家看一下。那译文两个的话，好，都是在71行，大家看一下。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把档名要取的，如果说不改档名的话，我们就取这一个是我们的档名叫一个叫做，我们的档名一个叫做 Google 点 TXT，对不对？Google 点 TXT，哦，好，那另外一个档名叫做 DeepL 点 TXT 嘛，那 L 是大写，那。这个 L 要大写，点 TXT，OK。然后呢，存档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上传，哦，上传这个档案。所以上传档案的话，就是把刚才 Google 点 TXT 跟，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档名叫做取名叫做 Google 点 TXT 嘛，那 Google 点 TXT 上传，哦，Google G 是大写，然后大家比较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 DeepL，那个 D 跟 L 是大写，对不对？上传。好，那在上传之前，我们这边再做一个 ls，就是看看里面，那看看档案里面，我们现在目前的我们的这个目录里面有这几个档。好，这个 eng 点 txt 是我们程式产生的，所以这没有问题，所以它是读进来。然后 google 点 txt 是我们刚才上传的，档名是一样没有问题。那再过来是 deepl 点 txt，哦，deepl 点 txt，l 也没有问题啊，都是读的。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执行这个。执行这个，然后接下来它执行，它会比较说行数会不会一样。那大家看一下，它说这个行数是一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接下来就开始，我们就继续做啊。如果不行数不一样的话，就要去调整行数，看哪里错。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是一个简体转繁体的一个套件哈。然后，哦，这个部分好，没有问题。接下来它就开始，哦，做这个简繁体的，因为 DeepL 的话出来是简繁体对应。好，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好，这个。我们这个执行这个执行这个，然后这个是执行的出来的结果。那它把它显示在那个荧幕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执行的结果。那它你要按这个，因为它整个很快，它整个，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执行的结果。执行的结果大家看一下。就是一句原文，两句译文。好，那大家试试看。好，那这个在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程式呢，如果要跑出来要正确的话，有几个条件，就是有几个可能会造成问题的，就是在这个，因为我们需要上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做完对齐的动作之后要上传两个档案哈，就是我们现在以这个例子的话，我们现在是啊原文是我们的原文是这边原文是以这边例子的话原文是中文，然后我们译文是两个译文，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两个译文要上传两个译文哈，那两个译文的话上传的时候呢要跟我们的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原先的中文呢，我们这边你第一个取名字要取一模一样，不然的话不然你就要去改成跟你的档案一，你就只有一定要符合我们这个取这个名字档名要完全以大小写要一样，哦，否则的话要不然就是你要把它改，要不改的话你就是要取得跟它一样，哦，那另外就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原来的中文呢，我们的中文原来的中文会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因为它要产生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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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一个句子一行一个句子一行，那所以这个地方会产生这个档案，但是因为我们要写到这个 tw.txt 这个档案有时候会失败，所以如果失败的话，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执行这个 head 副词，就是意思就是说显示前十行如果没有显示出来，表示这个刚才写到这个把它写成这样一行一行像这样失败，那再重新执行一次，哦，所以这三个档案，一个档案就是我们讲中文的一行一行一行这个档案，它会写成到 tw.txt， 那我们这个指令就是让大家可以检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出来，哦，没有出来表示我们就要再执行一次，然后另外我们需要用这个 notepad 加加去看，哦，我们这个复制把这个一行一行这个把这个结果呢，那就把这个结果呢贴到这个Google Translate 或是 DeepL， 那把这个结果再把它上传到这个我们这个档案哈，哦，那最后呢他会去检查看看行数是不是一致，所以他们如果出现说not equal 行数不一致的话，表示这三个档案行数其中有一个档案它的行数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用 notepad 加加去看，哦，是不是停留在同样的行数，如果后面有其他空白行全部都要删掉，哦，那档案的名称除了档案的名称哈，哦，行数之外，另外就是编码的问题，编码要 UTF-8 编码，那符合这几个条件才有办法最后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那这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那这两个程式其实都很类似，一个是原文是英文，然后我要翻译成中文，那另外一个是原文是刚才那个是原文是中文翻译成英文，它其实都是类似的，非常类似的，那整个流程都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要检查的东西是一样，所以我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示范，那一个会另外一个应该就会了，那记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如果是 Mac 同学，特别是 Mac 同学，要找到一个类似能够像 Notepad 加加这样，它可以显示它是第几行。你如果没有这个，没办法显示，像可能这个有一些 editor， 像 Sublime Text， 哦，可以考虑一下，像类似像这个 Mac 的话，有一个是跨平台的 editor， 叫做 Sublime Text， 哦，那这个 editor 事实上应该就会有跟那个Notepad 加加一样的功能，应该可以看到是第几行，哦，有看到第几行的话就可以，哦，我们这个就算只要能够看到第几行，其实我们这个程式就算它跑到最后有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用，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贴上去之后贴到 Google Translate 或者是贴到 Google Translate 或者是 DeepL，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大家可以看到编号，可以看到编号的话，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一句是它的翻译是什么，哦，那我们就要参考的时候就不用再重新再找了，哦，所以就算我这个程式，哦，最后出来的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跑了有问题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去跑完之后你就会有这个号码，你就可以看这个是第这一行的它的，只要比照这号码就可以知道说这一个翻译是它的英文翻译，比如说 Google Translate 3，我们这边是第三句嘛，那 Google Translate 第三句跟 DeepL 第三句，我们看这个编号就知道，哦，那这个是给大家，这个是提醒大家，就算这个程式，最后变大家行数不一样出问题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因为你还是可以根据你呼叫 Google Translate 跟 DeepL 里面跑出来的这个编号，
哦，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翻译时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做参考。好，那这是有关于这个原文是中文的部分。那原文如果是英文的部分的话，应该是类似的哈。那你可以看一下，它最后是不是有编号出来？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哈。哦，这个地方它没有看到编号出来，所以我再把这个，我可能再把它稍微改一下就可以，就会有编号出来。那这个地方是原文是中文跟原文是英文两个出来，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就非得要对齐，这个没有对齐就没办法使用哈。好，这个我有空的话，我会再把这个程式再改一下。